外表斯文、满腹学问的林孝如，在新竹经营营造业已经20多年，盖房子是他最在行的工作，在业界也有相当好的口碑。然而在这份粗手粗脚的工作之外，林孝如居然也是个成功的超级奶爸。打从女儿一出生，所有的照顾和养育都不曾借助他人之手。但造就这位超级奶爸的幕后推手，竟然是一段短暂而不甚愉快的婚姻。父女两人10多年来的相依为命，林孝如视女儿如珍宝，小心呵护，细心照顾女儿长大。这一路的辛酸血泪、心路历程，他借由文字写成一篇篇感人的单亲爸爸日记。孝如可以说是一个新好男人的典范，他不仅很会盖房子，而且还是个超级奶爸。只不过造就这个超级奶爸的背后，却是一段非常坎坷的过程。孝如，你当单亲爸爸多久了？大概14年。14年了，女儿现在几岁了？15岁。也就是说，他其实出生没有多久，就开始过着这个单亲的生活。嗯，对，差不多。嗯哼，那时候是因为婚姻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了吗？其实。我从一开始结婚之后，一进入婚之后就发现到说，我太太之前她有一些情绪，然后比较犹豫一点，所以几乎在那时候孩子自己带，比较不敢让她去带。对，后来她就离开了，陆陆续续有时候搬出去住，然后有时候又把她找回来。那一直到大概孩子30岁的时候，她就有时候不送她去美国之后，她就没回来过了。你跟前妻怎么认识的？我是高中的时候，然后在教会，然后我们就在团契里面，但是之前并没有，就是我们在团契，然后就是一起成长，一直到后面才比较谈感情，之前都没有。就是我那时候一直还是在工作为主。那后来我大概在结婚之前，我到日本去工作，那日本在工作的时候，他开始写信来鼓励我。所以那时候才比较多的交往这样子。那个时候其实你的正牌女友不是他，对不对？对，那时候不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你之前这个女孩子交往了多久？我之前在去日本之前认识一个女孩子，那其实那时候有谈到感情，因为从小在教会里面，爷爷奶奶教我的观念就是你要交往就考虑结婚，所以当初那个女孩子我刚认识的时候，我认识他第一次，第二次我就跟他谈说我想去跟他父母亲见面，所以我第二次就去他家里面，所以等于是我们一开始还没谈感情的时候就先跟他父母亲见面，所以其实我们在半年的时间都相处得还蛮愉快的。那后来就有些状况，前妻就因为这样的事情就认为说，你这么好的一个弟兄，那为什么还会有状况，所以他就跳下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比较多的时间在谈感情啊。所以是你的那个前女友把你抛弃了？对，我第一次谈恋爱然后被抛弃。哦，真的啊？哦，所以那时候你陷入一个感情的空窗，那你的前妻就来安慰你？我那时候人在日本，所以他那时候就差不多一个礼拜都写信。所以我们就很多的鼓励，很多的，那当初也没有谈到感情，当初我们就是谈到一些信仰啊，然后互相的鼓励。他甚至还要帮你把前女友劝回来，是不是？本来刚开始的时候他去帮我谈，希望说有机会的话他觉得这么好的弟兄，对，可是谈完之后他就觉得说那他不要我要，那当下在那个状况里面，其实一方面很难过，二方面很感动，那也不晓得怎么办，那就是这样的状况里面，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所以你们两个就步入礼堂了，中间也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对，只是万万想不到怎么会结婚当天发生了一些事情。对，这件事情我想对前妻来讲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挣扎啦。因为前女友她来了，她怎么会突然出现？她不是不要你了吗？可是总是觉得可能是觉得我结婚嘛，她应该来祝福。可是这个事情其实对我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是我很想下来，因为我知道他来了，然后我前妻也知道他来了，那所以他就发现到其实我那天并不是很快的，因为很大的矛盾，很大的挣扎，
人又必须要站在上面，可是心又觉得很想下来，嗯，对，可是还是走完它。嗯哼，那进入婚姻之后，其实我就觉得我就做一个丈夫嘛，其实我就，可是问题是妻子她不认为，她一直认为说你心里面可能最爱的是某一个人，因为结婚当天那个阴影一直都没有散去，啊，对，就会让你们其实从结婚那一天开始的相处就出了问题了，对不对？应该是。嗯哼。但是因为其实我们都算是，我们没有很大的冲突，只是他心里不舒服，但是他也没有说。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也很努力的去做一个好丈夫，所以我也觉得这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嗯哼。婚礼上所埋下的阴影，在婚后迅速的发酵生变。面对前妻因极大的不安全感而出现越来越异常的行止，林孝如只能亦步亦趋的耐心陪伴，但努力似乎没让情况好转。慢慢出现就是在生活上的一些情况出现了啦，这些情况包括了就是说你是要他搬回去跟公婆住嘛，就是你们的家人住在一起，是情况不是很融洽，嗯，可是也谈不上不融洽，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她不是一个会争会吵的女孩子，嗯，但是她就不讲话，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那我比较辛苦的是我们住在同一层楼，爸爸妈妈住在楼下，然后我们住在楼上，那常常需要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说住在家里面，然后我需要陪爸爸妈妈吃饭，然后对他来说比较难一点。他为什么不下来吃饭？他跟家人的互动不是关系不是很好。嗯哼。那但是别人说我晚上回来陪家里面吃完饭之后，然后我需要上楼去，嗯哼，然后陪着他吃饭。其实那段时间是我非常辛苦的，我一个晚上需要吃两顿饭。嗯哼。在楼下陪爸爸妈妈的时候又不能少吃，免得他们担忧，上去之后又不能说我吃饱了，所以就又陪他去吃饭，嗯哼，所以大概一年的时间，吃饭对我讲是很痛苦的事情。你有没有观察到你这个前妻，他当时的一些情绪反应？他很纳闷，是为什么我可以跟父母亲感情这么好，就是他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当他看到你跟家人的感情融洽的时候，他反而觉得自己好像对，在一个很远的距离之外，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融入一个有爱的家庭。那他看到你这样的快乐，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会觉得不舒服，甚至他会觉得说好像都是假象，他觉得这是个假象。嗯哼。甚至他就很纳闷说怎么会有那么话好可以说，嗯哼，跟父母亲啊跟兄弟姐妹怎么有那么多的话可以聊可以说。对，嗯，为什么他会跟家人关系处不好？应该是他的原生家庭的问题，他的原生家庭所以是一个没有爱的家庭。对，他原生家庭比较多问题。刚开始我并没有想到那么多，那时候还年轻，而且当初我一直认为忍耐可以过去，我就觉得说如果这样时间熬过了就过了，海阔天空。可是好像问题又一直没有解决。嗯哼。那后来他就跟我提议说他想搬出去住，嗯，可是在外面住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回来陪爸妈搬也不对，所以变成是每天晚上把他弄好之后我就回家。那时候就变成这样子，大概有五六个月时间，就是他住外面，然后晚上我就回家。对，你回家他会生气吗？不会，他觉得我应该回家。啊，他因为这是个很大的矛盾，嗯，他觉得我应该在家里面陪家人，可是他又希望你陪他呀。他会赶我走。他会赶你走？对，他会希望我回到家里面，免得人家说他。哦。对。好，既然是一种内心很冲突的矛盾，就会一定有一些中间落差的反弹出现，一些比较偏差的状况出现。他有一些偏差行为吗？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不快乐，嗯，然后不说话，然后甚至开始就是冷漠，他不跟你对话，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有更激烈，就是他曾经就自杀过几次这样子。嗯，那其实那段时间我会很辛苦，就是我太靠近他，他会害怕；那太远离一边，我会害怕，我会担心他不晓会不会出问题。
哼，所以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是他睡房间，然后我在房间门口。他会做一些事情引你的注意吗？会，他有一两次会去买一些很贵的衣服。嗯哼，那我记得有一次是印象很深，因为在礼拜天。那礼拜天他就看了一套衣服，其实价钱算蛮高的。那我本来就跟他讲说，那我们明天再来买，明天要银行开了，我再去领钱再来买。那他那天一定要在那天买。那时候没有什么信用卡什么的，所以其实我是第一次开口去跟他借钱，因为我要现金，就为了买一件衣服，然后跑去跟朋友借钱，借了7-8万块就帮他买一套衣服。那一套衣服到底多少钱啊？6万多块。哦，有高兴吗？他买就挂在那里，从来没穿过。其实买衣服给他是希望他快乐，后来发现他并没有快乐，所以我就跟他谈这件事情，说其实你不一定需要买到这么贵的衣服。那他也同意了。嗯，之后他就开始买便宜的衣服，嗯，那一套就是3-4千块，嗯，可是一次就是买3-5件10件这样买，啊，可以买到5件10件，他穿不穿呢？也是不穿，也是不穿，对，嗯哼，所以这样的情况其实到他后来怀孕了，对不对？其实我们结婚很快的时间，他就怀孕了，对，嗯哼，情况有好转吗？新生命要来临，会带给他一些喜悦跟平安吗？其实我本来也以为事情会好转，那我想其实没那么容易，他还是很多的低潮，还是很多的不快乐，甚至他认为说你现在对我好，可是有一天，总有一天你会对我不好，所以他一直处在对爱没有安全感的状况里面。 对他不认为，嗯哼，所以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是忧郁症哈？不知道，那时候从来没听过，所以也没有针对这方面去做任何的治疗，就是让他这个情况一直恶化下去，也不晓得怎么帮他，嗯，然后就觉得很心疼。你要去照顾他，他会拒绝吗？会，对，像我后来比较严重的，到最后就是我的工作大概就出去，我大概一个钟头一定要回来看一下，嗯，一两个钟头一定要回来看一下，就是会有心里面会有个担忧。我会想他对自己要求很高，所以都觉得好像很多的事情让他没办法觉得这么满足了，对，嗯，甚至我到最后也一直想用金钱来满足他，然后用很多方法来满足他，嗯哼，但是好像都一直没有办法，嗯哼，所以这样的情况拖了也很久，哎，你也被搞得，大概前后2-3年，两三年，对，你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这么久，你自己有没有出现状况？当然会啊，自己会觉得，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想回家。因为回家那种面对的压力，因为家人的压力，然后在教会里面又不敢说，因为从小信主，然后我国中高中信主，一路上下来我没有想到会出问题，所以也不敢说。然后在家里面，我爸我妈感情很好，爷爷奶奶感情都很好，兄弟姐妹的感情都很好，所以都不敢说。可是回到家变你需要面对这个事情，嗯哼，所以你自己那时候有出现像失眠啊忧郁的状况吗？不是失眠，而是你一直很紧绷，就是晚上我不敢睡得太沉，因为随时会有状况，就维持了大概2年，嗯，所以这样就觉得很累，嗯，他有很清楚的跟你表明过他的不安全感吗？有，那我试图的安慰他，但是他不相信，他就觉得你现在对我好，有一天你一定会理解我，即使你现在怎么样帮助我，有一天他一定会怎么样。所以他做了很多预设立场，他觉得可能男人有一天都会变心了。他闹自杀的时候有在孩子面前闹过吗？我印象比较深是有一次，我就半夜醒过来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他不见了，然后就很紧张开始找，后来在浴室找到他，然后就是他就割了手腕，然后就流了很多血，我那时候就把他抱起来，然后要送到医院去。那当在这个状况里面，孩子就醒过来，然后看到，因为我也是血，他也是血。然后那时候孩子大概差不多1岁多2岁，他就一个反应是：爸爸，你为什么要杀妈妈？嗯哼，你是因为舍不得才没有找保姆吗？嗯，其实很多人跟我谈过，可以找别人帮忙带啦。甚至给妈妈带啊，给谁带？
可是因为从小跟这样子的环境，然后我自己觉得对这孩子有亏欠，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其实我不太相信别人会像我这么爱这个孩子。嗯哼。看着前妻困在忧郁症的牢笼里，林孝如一肩扛下照料新生儿的育婴工作。然而对这个从没进过厨房的大男人来说，面对软绵绵的婴儿要比盖高楼大厦难多了。不过林孝如仍然咬着牙从头学起，洗澡、冲奶、换尿布，样样亲手操作，巴望着女儿能健康快乐的顺利长大。孝如前妻这么严重的忧郁症状况，当然照顾孩子上应该是有困难的，对不对？我一直都是，其实我不太敢让他带了，我也怕孩子情绪会下去，所以几乎都是我自己带。嗯哼，哎，刚出生的孩子半夜都要起来喂奶什么的，包尿布还是？其实大部分就是都是我起来了，那有时候我真的太累了睡着了，我不晓得是小孩子没有醒过来，还是我真的太累他醒过来，我都不晓得。所以我是觉得他小时候蛮好带的。可是你应该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吧？当然没有啊，完全没有。就新手爸爸开始上路，从头学起。对。第一次抓小孩洗澡，有没有很怕？有啊，也是滑进去，然后再把它捡起来。啊。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是觉得我又不想去求助，所以我没有求助任何一个人。对，我全部都自己学。怎么学？他也该洗澡嘛，然后就是慢慢摸啊，那滑掉再捡起来。也没有看书问人，都都没有这种。都没有，就自己慢慢摸，碰到就走吧。所以你还就做了一些蛮离谱的事情，比方说你把纸尿片拿来晒啊。因为当初因为我从小就很省，那我觉得有时候那尿片不是很脏，那我想说洗一洗总是还可以用。然后我就把稍微冲一冲，就把它晒。我发现怎么晒都晒不干。我第一次知道纸尿布是晒不干的。可是你白天还有工地要忙啊。其实那时候就是带着走啊，没办法，就是带着走。就你把那个小 baby 背着走，对，就背在身上走啊。而且我们工地就算是比较环境比较不是那么平顺，所以我也不敢放他下，我都几乎抱着背着，就是带着出去啊。啊，你在这样怎么工作？人家会觉得，哎，孝如你怎么一天到晚背着小孩出来？还好，就是说那个那工作是自己的啦，所以那些师傅那些其他人就，当然有时候会被笑，甚至很多人就跟我说，你应该找别人帮忙，但是因为从小自己带都习惯了，也舍不得。你是因为舍不得才没有找保姆吗？其实很多人跟我谈过，可以找别人帮忙带啦。甚至给妈妈带啊，给谁带？可是因为从小跟这样子的环境，然后我自己觉得对这孩子有亏欠，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其实我不太相信别人会像我这么爱这个孩子。所以就可是北京很脆弱哎，你这样子让他在高温下晒啊，或是工地环境那么脏，你不怕他就是生病，很容易生病？我想这就是一个难处，你又必须要自己带。然后，但是我后来在很多的工作上抉择上，我就是配合他了。有些比较复杂的地方、太远的地方，我就慢慢把案子推掉。你为了小孩就把案子推掉了？对，就是有一些案子我就没办法做。可是难免你还是需要跟人家好好坐下来吃个饭、谈个生意、聊个事情，或是弄到比较晚吧。孩子也是带去啊，孩子也是带去。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很错，是那这样怎么谈事情？对啊。但是我想神也在这里面开了几条路了。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有两个案子比较特别。有一次园区有一个案子，一个科技公司的案子，那我觉得我需要跟他谈，可是那时候孩子还小，大概才一两岁，那我只好带他去。其实带他去之前，我在门口就觉得很担心，因为这么大一家公司。你带着一个孩子来，你怎么工作？
在外面祷告完就硬着头皮就进去。后来我就跟他们老板在那边谈啊，谈案子，谈工作，然后孩子就在旁边玩。大概谈了两个多钟头之后，其实我已经忘了孩子了，因为谈工作谈到忘掉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哎，有另外一个小女孩就跑来，哦，原来那是老板的女儿。那个小女孩就跟那老板说要给我做，因为那两个孩子玩起来，两个小女孩玩起来，所以是因为这样子，我就接到那个案子。哦，所以有时候还是一个帮助，一种祝福了。他其实这个孩子帮我接了很多大案子。真的。好，你说背在身上的日子好过了，你就喂奶啦、包尿布啦、换尿布，这样就好了。因为小朋友只要他吃饱睡饱，大一点就不是这样子啦。大一点你就要开始有固体食物啦，你要开始煮饭啦，要陪他讲故事啊，这个工作开始越来越大。哎，你会煮饭吗？因为我自己是长子，又是长孙，我连厨房都没见过。但是后来总是不能让孩子每天吃外面。嗯哼，我很努力的在学。那我记得一开始学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开始进厨房，然后开始，其实我连瓦斯都不会开，我开不起来。然后差点把厨房炸掉，这样就是很多事情我都不会，真的都不会。嗯哼，就是慢慢学，慢慢学。其实孩子慢慢大了，很想坐在他身上，嗯，可自己真的不会。我印象好几次是很努力的做，做完了，然后两个人吃饭，孩子吃几口之后，他勉强吞了几口，然后他的表情就很奇怪，哭笑不得。然后我就叫他吃，他也不吃，他说他吃饱了。后来我就自己吃了两口，发现这个饭真的不能吃，那我就其实很难过，工作了两个钟头一点结果都没有。嗯，后来就带着孩子出去外面吃。嗯哼，你那时候会感觉到很心酸吗？很辛苦啦，因为会觉得很难过，是做不好。嗯，结果很多时候是变白天在试，孩子去上课的时候就是一直试，试到勉强可以吃，然后看到他能够吃饱一餐，就觉得蛮欣慰的。哦，所以你的那个鼓励的动力是来自于你终于可以做到一个孩子可以接受的程度了。对，哇，真的很伟大哎。后来你跟前妻是怎么样分开的？因为其实他压力很大，他觉得这样下去他也不晓得怎么面对这些亲戚朋友，然后他觉得事实上我再这样下去我也会垮掉。后来他就跟我说，那他去美国念书好了。那其实与其说去美国念书，其实我那时候就透过一些人在美国帮他找一些心理医生。我想说，因为我那时候不晓得要忧郁症，想说他如果有机会到美国去看医生，然后一方面念书，然后或许让他能够慢慢的平息下来。嗯哼，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是大概孩子两三岁的时候，我送他去机场，然后去念书，从此之后就没看过人了。出去之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没有消息了，没有消息，也没有联络，都没有联络，像失踪一样的，我找不到人了。你确定他还存在的一个管道是透过提款机里面出来的这个数据，说你知道有人在用钱，这样 对, 对不对？其实当初很担心，是不晓得他安不安全，不晓得他人还在不在。嗯哼，对。所以孩子知道妈妈为什么一直都不在家吗？我是跟他说，说妈妈生病了，对。就是我唯一能够说他妈妈生病了，妈妈在美国，对。嗯哼，他有吵着找妈妈吗？其实这孩子他不会说。那我们比较多的就是常常晚上，其实我也很低，他也很低，但是我们都不会说。那常常我就抱着他一起听诗歌，一起祷告，然后两个就哭了，对啊。嗯哼，所以他还是有一些感受的，只是不我想有。但是我想我们两个彼此都在压了。嗯，我也怕说多了，他也怕说，对。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都蛮僵的，僵在那里。哇，对。所以你知道他对妈妈有印象是来自于他画的一幅画是不是？其实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他画了一幅母亲节的卡片。嗯哼，那幅卡片其实我看得很难过，那老师拿给我，老师不晓得他画什么，因为母亲卡嘛，他什么都没有画，就画了一台飞机，画了一个女人，长头发的女人，然后拖着行李。
就是这样一张卡片。所以其实我看那张卡片就觉得很难过，说因为那是孩子在两岁三岁的时候最后的印象就停留在那里，就是他妈妈到机场然后就没有再回来过了。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有个很深的感觉，是我应该帮他写东西，我应该，因为他那么小，我跟他说他不一定听得懂，所以我就要用写的，以后让他长大的时候他跟我看，把他每天的心情，我等于是把他每天的心情写下来，然后我自己写一本日记给他，每天对他说话的话写下来。嗯哼，对。自称自己是个没有子宫的妈妈，林孝如身兼母职十几年，从没想过再为女儿找个母亲。她付出所有的精神力气，一切以孩子为重心。这一路的心情，打从孩子还不识字，她就写成日记记录下来，期待女儿有一天能明白爸爸是多么的爱她。孝如，你为什么不考虑帮孩子找一个妈？我一直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很怕，可能在婚姻那种害怕里面，我想我那时候也没有找方法，也没有自己调试过。嗯哼。那第二个就觉得说很担心这个孩子。嗯哼。我觉得不会有一个人这么，可能那时候觉得不会有个人这么爱他，像我对他这样子。嗯哼。所以那时候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嗯哼。有人为你介绍过吗？当然有，但是都一直不太敢，即使心里愿意，但是都没有行动。对，可是男人要一个人过，要守寡很难吧？嗯，我想不容易了，就是真的不容易。那其实白天的时候有工作，有小孩子忙碌，其实这些都容易。可是到孩子睡着了九点十点之后，到第二天天亮，中间有大概八九个钟头。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拿的时候。对，只要他孩子睡了，我就对这整个世界就变了。对，所以这段很长的时间，我常常觉得晚上怎么办，不是你就早点睡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的。一天孤单，第二天孤单，到时间久了之后就发现不能这样过下去，你不能一直盯着电视看，因为你已经看不下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就是这样看电视的时候，我就觉得生命不能这样子。我不是起来把电视关掉，我就拿剪刀把电线剪掉，把电视台剪掉。从那一天到现在我们家没有电视，我就突然觉得我不应该花时间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晚上我就开始安排自己的一些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开始看书，开始写东西。哇，对，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孩子一年大一寸，越来越大。可是毕竟是个女孩嘛，对不对？对，一个女孩。对啊，女孩长大总是有一些爸爸照顾上会碰到一些尴尬的情况，对不对？我那时候觉得说给她去上游泳课，然后给她去学音乐，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她去。那上游泳课的时候发现到，哇，我第一次发现带着孩子去就都是妈妈。那些妈妈人多之后就聊一些妈妈经啊，对，甚至她会觉得她会过来跟你调侃啊，会跟你说一些有的没有的啊。她调侃些什么？你一个人怎么带孩子啊，你晚上会不会觉得很难过啊，就大概是类似这样，不是很舒服。但是哇，好尖锐哦，就直接这样子问。对，嗯，大概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嗯，你怎么招架啊？我因为一次两次三次之后，我最后就觉得不行这样子，所以我最后会做一个选择，是孩子去上课，然后我也去上课。你上什么课？他上泳课我就上泳课，他上音乐课我就上音乐课，就在同个时间，那我就避开这些东西。哦，所以没想到这样造就你很多才艺。本来我也不会游泳，孩子会了我也会啊。嗯哼，还有什么？然后他去学音乐，然后我就选择我自己该学的音乐。嗯，学了长笛，学了萨克斯风，学了吉他，学了钢琴，就是一直没办法，就是被逼到，因为我避开这些时间，避开这些时段，孩子就要成长。嗯哼，那我必须要带他去。
然后在这段时间我就开始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嗯哼，不过你后来未免做得太极致了吧？你最后还自己开安亲班了？但开安亲班是因为孩子一个人孤单，那我当初一个观念是我应该帮他找伴，开始在帮别人带，然后有些人家长比较忙的，我就干脆帮他们带，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慢慢带，带到最后人也多了，要吃的要喝的要用的要穿的，他觉得划不来，就索性就开了安亲班。本来是帮人家带小孩，是为了陪自己的小孩，对，开到一个规模你就真的自己来开安亲班了，自己开安亲班。而且你这个安亲班后来做得很成功哦，做得还蛮大的。对，你是怎么在 run 这个安亲班的？因为很多的安亲班在做的时候都是上课啦，嗯，就是，可是我的观念是我要陪孩子，所以我就开始收很多很多的孩子，我们不分龄哦，不分龄的，不分龄，混龄教学。嗯，所以我不是为了教学，是让孩子在一起念书，一起成长，所以这样变成很多很多。那很多家长刚开始都会对这安亲班会打问号，嗯，可是慢慢因为这些孩子很长的时间在里面，那我当时就一个观念是，你干脆让孩子在这边地方念书，然后你们就尽可能的回去跟孩子互动，嗯，那念书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做，就反正满足这些家长的需求。哦，可是你会担心，就是说小孩子本来跟着你啊，就是也不知道别人家庭怎么生活的嘛，所以就可以很安稳满足，但是他一旦有比较了，看到哎别人都是有妈妈的啊，然后我没有啊，我看到他们互动啊，我很羡慕啊，嗯哼，会不会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担心，嗯，那大概一两个月之后，哎，有些话语出来，让这孩子得到很大的满足，就是很多安亲班的孩子回去告诉他们妈妈说他们要换爸妈，那这句话让孩子觉得很满足，嗯，然后开始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他的状况，然后开始很多老师，开始很多的家长就跟他互动都很好，嗯，所以这段时间我就对孩子来讲是很正面的一个成长。嗯哼，我其实让你这个安亲班做得这么好，还有另外一个动力，对不对？就是你之前也提到，就是说你后来开始出现一些债务的状况。嗯哼，那时候负债多少？大概到差不多快7000了。7000万？就是帮别人借贷，帮一个亲戚，然后就帮助他。后来就越帮越多，越帮越多，帮到最后，当我警觉到的时候，就有点，对，问题比较多了，嗯。所以你是把钱就白白的借？不是我的钱，嗯，我去帮他借。你去帮他借钱？对。结果债务落到你的身上？对，最后出问题就整个落到自己身上来。7000万不小的数字哎。嗯。现在听起来是真的是蛮，我现在回想都觉得，嗯哼，这个天文数字怎么还呢？其实当初我也是觉得基督徒就是到最后碰到难处就是回来就是祷告嘛，我花了八个月的时间祷告，我一直以为神会听，可是八个月时间一点果效都没有，每天祷告，然后每天面对同样问题，然后就觉得可能祷告时间不够长，就是更长的时间祷告，回来面对同样的问题，那八个月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煎熬，是你碰到难处了，可是没有路可以走，然后就开始发现到自己做错事情，债务是自己惹的，婚姻自己惹的，好像其实我开始路开始转，是开始从认罪开始，开始承认自己做错事情，开始承认自己软弱，开始承认自己走不下去，然后就开始跟神很迫切的祷告，是我真的走不下去。突然之间那天晚上神跟我对话，可是神跟我对话那句话也让我吓一跳，神告诉我说我为什么要帮你解决，这句话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从来没想过神会这样跟我对话，我们觉得神是有恩典的慈爱的，他跟我对话是我为什么要帮你解决，我知道神开始跟我对话，我马上抓住就乱说了，我跟神说，因为我是你的孩子，我要为你做见证。我相信那天的这一句祷告，临时出来的没有预备的，我觉得神听进去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回去动我最舍不得的动，嗯，我那启动房子年轻的时候存下来的，
我就开始先把它处理掉。我知道我该面对这个问题，我先把它处理掉，处理掉一部分，但是还有三四千，还是蛮大的一个金额。然后想说，那安亲班看有没有办法动一些钱出来。嗯哼。后来我就跟这些家长谈，有没有办法一次收足？那有些家长也认同，就一次交了六年的学费。啊，六年学费可以这样子交给你？对，我想这是很大的鼓励，就是很大的认同，就一次收六年，然后给他很便宜的价钱，因为那时候需要现金，所以大概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拿去补一些东西。嗯哼。其实我不知道我怎么还。可是我就是每天每天就很认真工作，从那天开始之后就很认真地面对我的问题，不断地接案子，不断地做。我也没去想说我还有剩多少，因为真的你回头看走不下去。嗯哼。看到这么庞大的一笔金额，你怎么做得完？对，绝对还不起的。就是每天每天的这样做，我前后大概花了四年把它还完。我还完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都不晓得，是银行告诉我还完了。因为我就是每天去，每天去，一个礼拜去好几次。我今天赚多少就还多少，我已经忘了怎么还掉。其实一直到我还完那时候，我就整个身体垮掉，就开始发烧，开始不舒服。我中间有两年就不想工作。其实还债的时候，还不是我经济最惨的时候，是后面那两年。还完债了，不想工作了，身上一毛钱都没有。嗯哼，那两年还是需要吃需要喝。那怎么办？那两年在做什么？什么都不想做，然后又没办法跟别人开口。嗯哼，所以常常孩子的学费就拖嘛，就拖，拖到我妈看不下去把你缴掉，看到我姐看不下去把你缴掉，所以讲起来很辛苦了。跟孩子这个互动，就是因为爱，我从来不想会爱一个孩子爱到这个地步，不怕苦不怕累，然后只为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能够长大，对我没有好处，他长大对我没有好处，可是就是爱。人生的低谷中重新振作，林孝如接着面对的是家里这位正值青春期的叛逆少女。从孩子身上看到自己的脾气软弱，林孝如重新回到圣经中找寻方法和希望，来陪伴孩子度过轻狂年少，这也慢慢成为一个有趣的人生挑战和信心功课。为什么会一下子垮成这样子？我想身体累，太累了，晚上睡不着，然后再让工作，再让这些债务。我常常觉得说，其实就一个观念，你要不要起来？嗯哼，其实我相信那两年是我选择躺在那边，对，不想起来，心里头开始觉得不舒服。我前面那个五年、六年、七年，我没有觉得不舒服，就是面对。可是过去之后，回过头来看，那两年开始觉得不舒服。所以你在面对的时候反而没事，开始埋怨了以后，对啊，就反而有事。对，最后想说，我不要再埋怨了，赶快，抓一把钱，抓一条鱼，站起来。结果你是又找了朋友一块去回到老本行，对不对？对，我要重新开始做，把之前那些事物找回来。嗯，然后那时候也没有钱了，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开始接案子，继续做，继续盖房子。嗯哼，好，在这个时候，其实工作上开始也步入轨道。嗯，其实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就是女儿大了，啊，碰到叛逆期了，嗯，这很难对付吗？难，真的难。我们都认为说从小这么爱她，嗯，跟她这么贴近，这么的好，可是慢慢发现到说，她开始在国小之前都非常好，成绩各方面都很好。嗯哼，我们甚至都是我那时候常在做梦，是有一天然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开始做梦了。觉得熬过了，对，就是从此之后就一路很痛了。嗯哼，然后开始发现孩子不是这样子的走，
今年年初的时候，他第一次就没有回来，没有回家。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的同学家，后来发现其实问题就开始复杂了，不是这样子而已。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发现到他开始不快乐，有他妈妈的影子出来了。嗯哼。那这个我就觉得很累，之前辛苦在自己的身上，可是现在看到他在辛苦的时候，就会很难过。嗯，可是你跟他以前不是还蛮亲密的吗？为什么这个沟通跟管教的管道没有用了呢？他上国中之后就发现，哎，不一样，不一样。我说的不一定能够满足他，我们讲的，那他可能开始觉得，哎，你管教太严厉了。嗯。那我面对这个人生最大的难处是，抓紧还是放掉？放你知道不行，抓紧。他在那边挣扎，所以其实我做的很大的矛盾是，到底该怎么做？这已经不是我工作，不是我劳累，不是我疲惫能够取得的。好像这个孩子开始没有这么的好管教，他开始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开始觉得你需要尊重他，而不是你要管教他。那有一次我去学校接他，我大概3点多到了学校门口，10点。我等不到孩子，等不到孩子，从来没有过。4点、5点、6点，所有孩子都走掉，我就车子停在学校门口，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大概到7点，他打电话给我，我有点着急，有点怒气，我就问他你在哪里，我就听到旁边有同学跟他讲，不要管他，把电话挂掉。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你知道孩子自己从小带，然后现在旁边有人告诉他不要回家，你知道这孩子在为难里面，一个是他的朋友，一个是他的家。那我也必须要承认是他回到家很孤单，我家就是我跟他两个人，很孤单。你把他带回来，你怎么去满足这个孩子？所以其实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单亲不难，难是难在单亲的孩子怎么办。嗯哼，大人可以走得过，这孩子不一定走得过。对，那我一直到今年2月的时候，嗯哼，他又跑掉了。嗯哼，就是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是警察把他带回来，我去报警，然后就这样把他找回来。我那时候一直开始祷告说，到底我该怎么走这条路，为什么走到最后会这么难走？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开始觉得我需要找人帮忙。我以前就是从小自己带，也就带很好，也蛮骄傲的，觉得我不需要去问别人，顶多自己看看书。然后就开始在接受一些辅导，变成我去接受辅导，开始看看我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开始自我对话，其实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会学习自我对话。嗯，不要让自己拉下去。嗯哼，其实你为你女儿写了一本日记哦，我在这边可以念一篇嘛，其中一篇《永远的心肝宝贝》哦。早上送女儿上学，一到学校才知道今天学校安排他们野餐，小朋友一打算排队出发，顿时我心中有一份歉疚，为何我会疏忽没有为女儿准备野餐的点心呢？看着玉安，我不敢走向她，怕她失望和难过，我甚至想直接带她回家。我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告诉女儿先排队，爸爸出去给你准备野餐的点心。于是我找了几家店买了点心饮料，装好放在她那漂亮的野餐盒中，赶回学校交给老师。我想玉安应该不会失望了。我在学校外独自停留了好一段时间，我知道我爱女儿，她也爱我，父女相依为命，想想有点心酸，但却又如此幸福。我愿意为我们的家尽心尽力尽本分，用一切保护这个家。亏欠的遗憾让我更爱我的宝贝玉安。很真实，就是一个上课的一个插曲。可是我相信你有很多的话要跟玉安讲，在这本日记里面，你交到他手上，你最希望他能够接收到的是什么样的讯息？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哈，很多人认为说哎，带孩子上下学很累，一天去回来一个礼拜就十几次，再加上补习加上上课，就这样沿路上了十几年。可是你知道吗，我每次都提早到，我觉得每次他明明知道他四点放学，然后三点多就要去校门口等。很多人我说会不会累，其实我就觉得我不累，就是蛮享受那个过程。那其实我是觉得说跟孩子这个互动，就是因为爱，我从来不晓得会爱一个孩子爱到这个地步，不怕苦不怕累，然后只为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能够长大，对我没有好处，他长大对我没有好处，可是就是爱。然后就慢慢去想到说，其实就是这样子，这个互动的关系对孩子有没有什么期待，我是觉得 我希望他快乐，就希望他快乐，希望他是很正面的。其实我不断地跟他说，我觉得再怎么辛苦，让他在这个真理上面不偏差，我觉得就满足了。对，现在跟女儿的关系怎么样？我觉得 OK， 慢慢，但是我想还在难处里面。但是我觉得不害怕，他还是常常跟我出难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课程就是一直学。哇，一个单亲爸爸走到现在，我相信你有非常多的学习跟体会。现在在这个社会中有非常多的单亲家庭，他们也有很多的难处，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们分享鼓励他们的？我常常觉得说哈，我们看我们的环境是负面的。那我走了很长的时间，我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在负面事件里面要有正面的思考。那很多的人习惯性在负面事件里面，他就往负面走，负面的思考。但是当你在负面事件里面往正面的思考的时候，你就知道跌倒了不可怕，不是爬起来，绝对不要只爬起来，一定要学到功课。对啊，我想很多人在难处里面，我今天在这边说，并不是我的难处过了，人来在当下，可是我觉得很宝贵，那过程很宝贵。对，其实看到孝如这样的一个父亲，我自己是一个母亲，我们可以很深刻的去体会到父母亲对孩子的爱哦，是这么样的无怨无悔。其实反过来，你也可以去更深的体会到自己在天父的眼前是这么样的幼稚，有时候又常常的耍赖。难怪有人说，没有孩子的人可能只能看懂半本圣经，而孝如用他生命所刻画出这个斑斑血泪的单亲父亲日记，相信就是他认识圣经最好的辅助教材了。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庭幸福，很多人也是如此这般的去祝福人家，可是却偏偏有一些情况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这样，于是就有一些成为单亲家庭中的人，无论他是男性是女性，都会面临一些困难，承担家庭的经济重担，抚养孩子。我们看着我们的林弟兄啊，他自己在跟女儿之间怎么样的来带他长大，孩子学什么他也学什么，他学了很多，但是到后头他也不见得都完全能够解决孩子的问题。可是我们也看见了上帝让他交托，他也愿意交托，我们也看见与许多的事情他就会改变。在这里我必须为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来说，如果你是单亲家庭，你要不要借着我们的林弟兄他的见证，你看到了他牺牲了自己，但是所得到的是他有平安，他跟子女就是跟他自己的女儿之间有喜乐。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父，真的我们谢谢你，虽然有一些家庭不见得完美，
也许有一些原因造成了成为单亲家庭，但是为这些家庭，无论他是单亲的爸爸或是单亲的妈妈或是单亲的长辈来照顾隔代的孩子，我都在这里献上祷告。主啊，求你的怜悯临在这些家庭中间，去帮助他们，因为他们自己一个人挑担子实在挑得很累，但是主，你自己的慈爱能够改变他们，也改变他们的心意。主，你的爱也能让他们这个家庭中间有那种融合之乐。我恭敬地为这些单亲的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其实有许多的事情是没办法，我们自己觉得是很大的遗憾，可是我们看见了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把困难交托到他的手中，有许多事情就会改变。愿上帝帮助你，帮助你的家庭，帮助你家庭的关系。